弟兄姊妹平安，很开心我们又来到了跟随神的专辑。今天更开心了，虽然大家还是看到我，但是不一样哦，我们的张牧师回来咯，而且还带着最宝贝的一个这个嘉宾来到我们当中，就是我们的师母张师母也在我们当中。哇，很开心啊。我们上个礼拜节目一播出就会有人问说，哎，牧师去哪里了呢？那今天我们就要来揭晓，不只是牧师啦，连师母都没有拍妈妈的味道哦，都请出小妈来帮忙。那今天我们就刚好可以在这个节目揭晓，牧师师母你们到底去哪里了呢？啊，因为张牧师呢就终于三年没确诊，而家疫情比较舒缓的时候呢，他就确诊了。终于可以确诊了是这样说的吗？咁佢确诊咗呢，佢就应该要隔离啦。咁啊，本应我仲諗下啊，应该点隔离法呢，係咪？咁我其实而家都政府都冇規定㗎嘛，係咪一定要去隔离。咁但係我又觉得不如大家都有个空间。咁我咁啱咁啱呢个分堂嘅牧者啦，桂英依师傅佢哋，我一路即係有少少觉得未带到佢哋去伊甸园。咁就約咗佢哋，就係嗰日佢確診嗰日，就係要帶佢哋去。本嚟佢係一齊去，結果佢去唔到啦。咁但係我覺得都係要陪佢哋入去嘅。咁我就去咗，去咗住咗一晚。我嗰晚就起床之後就囉囉攣啦。我諗下，我應該要翻去咧，定係要繼續留喺長洲？咁但係我即係心中有個平安，即係我覺得神既然帶咗我嚟長洲，都住咗一晚啦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咁就顺住个势，我就留咗喺长洲。对啊，今次好长啊！这是有史以来，因为牧师师母很少两个人，而且师母是单枪匹马留在长洲哦，自己一个人哦，连狗狗都没有带哦。哇哦，这个很特别。对，狗陪我吗？对啊，那你师母你在长洲，总共几天？我一个人呢就有七晚。七晚，咁啊好特別喎，仲要喺2月14日，哇！咁咧就牧師咧開始兩條線變一條線，所以情人節，係咯，這麼剛好，我們就說牧師看到師母就忽然間變一條線，變一線男星這樣子，因為係2月14日必須要一條線，對，日子都定好的，唔係就見唔到師母。哇！那七天師母你都做什麼啊？哇！我觉得真系长洲是我长大的地方啦，家乡。咁啊，一个人喺嗰度都好自在嘅。咁 hiding place 咧，亦都系我哋常常带童工去退休啊，带门徒去嗰度安静啊，生活啊，甚至族长都有带门徒去嘅。咁啊，嗰度我都好一轮冇去。咁啊，今次去我覺得好特別。瞓醒第一晚一起身我就話：呢件有啲大家私咧，其實係前業主我哋買嘅時候留低，呢啲都係好笨重啊！我哋一路都冇處理嘅物件，一個按摩椅，一個舊一嚿雲石嘅電視機嘅台，四個人先搬嚟喐嘅。咁我哋就我一起身我就覺得呢啲嘢要去除佢，要一個新嘅氣息。咁我就一個鐘頭call 咗 Samuel 嘅一個鐘頭後，就有四個大漢嚟幫我處理咗佢。哇！然之後第二日 Samuel 繼續，我俾少少 hint 佢，我又咁啱神俾我帶睇到教會有幾件家私可以搬入嚟。咁就將成個 hiding place 全新嘅佈置、全新嘅 setting， 將所有嘅被鋪執過曬、打掃，將所有物件整理，買咗好多嗰啲咁嘅儲物盒，從佢整理。咁我前兩三日咧，一個人喺度清潔啊、整理啊，又重新嘅去安排一切。我自己坐喺嗰度。我更加感覺到啊，神做完曬六日嘅工咧，就覺得甚好，一切甚好。我又有咁嘅感覺，
我安頓曬一切，整理曬一切，突然間有一種感覺，一切甚好。是啊，師母一點都不像逃難的樣子，不像去避難的樣子哦，真的就很有看到師母的就很有精神啊、哎，对啊，而且有那份的喜樂在當中哦。那牧師呢？趁住我病就自由發揮啦。咁你去到 hiding place 有冇覺得？耳目一新，哇，真的真的，而且以前师母做这些事都要大兵在旁边，都要牧师在旁边的、嗯。哦，现在没想到、嗯，哇，真的说有就有，命令就令。一个大兵冇用啊，对，嗰件嘢要四个人先抬，四个人才抬得到。嗰次师母就话我系大兵，嗯，咁但系佢问我咁 Samuel 系乜嘢 ？Samuel 等。咁我 Samuel 等就大将啦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他下面千军万马。咁啊，大兵同大将咩分别咧？咁。大兵就要嚟陪嘅啫、啊，大将就要嚟做嘅。大兵只需要陪就不必做了。那师母有得玩，那牧师呢？你一个人咯、哦？啊，还有一只狗。系咯，咁啊，我经历咗三年嘅 COVID， 我都冇事。是哦。系点知道？即系过咗三年，疫情放缓啦，政府话唔使隔离啦，即系唔需要规定隔离啦，咁。咁我就确诊嘛，即系都确诊嘅心情梗系唔系咁好啦，同埋辛苦咯，辛苦啊，是确诊当中系好辛苦啊。人哋以前辛苦你又体会唔到啊。虽然我已经打咗四针啊，都确诊，都还是确诊，是就尤其是发烧啦。那一两天很痛，发冷发热，发冷发热啦，吃不下，食系啊。胃口不好了，发又头晕晕咁，发高烧咁，面对住个晚餐都食唔落，食唔落，咁老婆又唔喺身边，咁咩都食唔到，咁我叫工人，你两粒青橄榄俾我食啦，咁送粥啦，咁望住两粒青橄榄都唔好食得落，咁就眼泪就流咗落，好可怜咯，咁系咯，哎呀，真系咁样啊！我哋生病有啲乜嘢感言啊？同大家讲下。生病都几辛苦噶。不过生病都可以休息嘅。老婆需要休息，原来我都需要休息。原来你都需要，真系。我唔系铁人。是啊，啱。老婆休息你都不用撑啦，是不是啊？神是不是很好啊 ？Very good 啊。系啦。咁我觉得我哋跟随神的人咧，即系要顺服个环境咯。咁三年冇确诊，感谢神。是。三年冇确诊入边，跟随神。咁而家确诊咗，继续跟随神。咁老婆去自由发挥去 B 型去啦 ，OK 啊。咁我都希望佢安全啊嘛，唔好俾我染到。咁我自己就喺屋企度隔離咯，自己摸只狗啦。雖然我確診好辛苦，我每日都摸只狗，發高燒都照摸，係做我該做嘅嘢啦。係咁，我都覺得好好嘅，即係喺病當中，咁咪去體會下，即係冇咗老婆。你身邊哇，發覺好得閒嘅喎，冇嘢做，突然間不知道做什麼，無所事事，無所事事。佢喺度咧就哇，真身唔得閒，好多嘢做嘅，好多 idea 啊。咁我要做大兵，要跟住啊。咁我覺得都咁啊，信服自己個環境啦。咁我覺得係好嘅，好感恩。有成兩個禮拜啦。是啊。即係退咗燒之後。一條線之後就咁啱咧，就係情人節咯嗰日，咁我就可以一齊入場走。經過七個晚上，所以說經過七夕就來到情人節哦，好特別。咁我覺得一切都有實嘅。哦，係啊，是。我又記起咧，有一節嘅聖經對我好有幫助嘅，就係希伯來書十一章六節嘅。二六。係啊，人非有信，嗰節啊，但係第五節咧，即係其實講以諾啊。以諾與神同行啊嘛。是。咁啊，三百年神將佢攞走咗，即係以諾唔死，唔需要死。咁我哋有冇咁嘅信心咯？我都問自己。咁我相信
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咁我哋有神的喜悦，我哋相信神，我相信佢，唔单止相信有神，并且相信佢系活着嘅，佢要赏赐嘅。咁我觉得今次我哋喺病，我病啦，咁师母赏赐佢啦，系咪可以话好多 B 型嘅发挥啦？咁又将。Hiding Place 整理得好好啦，唔单止咁啦，我仲好同好多人连结喎。对啊，不止 B， 系啊，好多连结啦，好多整合啦，仲唔同嘅人同我一齐周处去玩啊，发现新嘅人士，大地连结。我发觉休息要同大地连结。系啊，我同牧师最后出嚟之前喺伊甸园泡咗一天。系啊，好舒服，好舒服啊，好开心，同只乌龟。Apple 乌龟系啊，晒太阳，喺嗰度烧面包啦，个烤面包啊，是用小火炉哦，系啊，系啊，小炭炉，小炭炉，小炭炉，今次发明呢个小炭炉好好玩。就我觉得系我哋要跟随神咯，无论环境好顺境或者逆境，喺病当中健康嘅时候，咩时候神都可以做嘢嘅。我哋就只管相信同埋跟啦。Amen, amen。哇，听到牧师师母这样讲，其实我们好多人每一次遇到病，特别 COVID 很不容易哈。其实病恹恹的，好像就是只有愁云惨雾。但是原来我们跟随神的人是可以这么喜乐的，而且是可以有这么多的发现，然后换一个不同的。一个气氛，然后但是都一样有得着，神都一样对我们来说话，真的很感恩，谢谢牧师师母的分享，哈利路亚，我们今天跟随神就到这儿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祝福大家。